次在中国过这个春节？第二次。那第一次在中国过春节的时候，也是参与一些节目的录制才留到这儿过春节的吗？是，对，就是去年，然后就跟朋友们、老师们一起，然后就看了那个春晚晚会，对。啊，那你们喜欢看春晚吗？我觉得虽然去年还听不太懂，但是我觉得听不太懂，但是。节目里的那个氛围特别好，而且我们就是跟很多很多朋友们在一起，然后吃火锅，我觉得就是特别就是难得的一个情况。嗯，在中国呢，其实我们在除夕当天晚上都会吃年，我们叫年夜饭。嗯，然后如果你在这个除夕有没有考虑计划说我想吃什么样的年夜饭？大餐。哦，你还想大餐是吧？对，就集合很多很多的菜。很多很多的菜是吗？对，我也是，因为我听说在春节吃很多，然后就吃就是春晚12点以后要一直在吃。哦，其实今天是在中国的这个习俗里边，其实是特别适合贴春联的日子。贴上去之后呢，好运满满。那我们也带了春联来是吗？是的。可以给我们展示一下吗？对。这个就是一帆风顺，好，年年好，万事如意，步步高。三二一。差不多。